众所周知，擂茶是河婆人的传统美食。然而，河婆人的历史和文化，您又了解多少呢？吉隆坡就有这么一间马来西亚河婆文物馆，透过文物、历史图片和文献资料的展示，协助您了解河婆人的历史和文化。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我国的华人人口有741万人，当中客家人口在马来西亚华人所占的比率仅次于福建人口。河婆是客家的名系之一，在我国客家人口中所占的人数虽然居少，但却分布在全马各州。照大家的一个预算，大概有30到40万的河婆，马来西亚也包括新加坡啦。最主要是霹雳，还有是斯美兰州、邦滨这一带，马六甲、柔火的北部，像基銮啦、斯奈啊、沙劳越，沙劳越是古晋和梅里这两个地方就很多河婆人。河婆其实是一个镇的名字，位于今天的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不过跟其他名系的客家人相比，河婆人比较晚来我国落脚，他们大多数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来到这里。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呢，那个时候是说那个我们讲沿乡啊，它有战乱咯，天灾人祸咯，所以人民的生活就很苦，很难找吃，所以就很多这个河婆人就过番，我们讲过番，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更早一点呢，好像叶尔来那个时候啊，可能会有货比较少。说到客家人的南迁，我们总会把他们跟早期的锡矿业联想在一起。马来西亚河婆文化基金会秘书黄元清却透露，早期的揭西县是农村，人民以务农为生，所以当初来到这里落地生根的他们，大多也延续了务农的传统。我们有一个壁画，就是河婆人早期的这个来马来西亚垦荒的这个壁画啊，该我就讲一图胜千言了啊！你看那个图，你就知道我们河婆人早期到马来西亚啊从事的行业。时过境迁，如今的河婆人基本上都安身立命，但是年轻的一辈却对自身的文化越见疏离。有鉴于此，马来西亚河婆同乡会联合总会就在近年成立了马来西亚河婆文化基金会，而这间文物馆就是这个基金会的一大产物。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文物馆的宗旨，就是要收集一些我们的先辈，我们的公公爷爷那辈，他们在生活上、在礼数上所用的这些文具，所以就让我们后辈有这个机会，凭着这个观赏这个文物，来缅怀我们的先辈。踏入文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正是这个十分罕见的河婆须，这是馆内其中一个镇馆之宝。除此之外，馆内的玻璃橱窗还陈列了许多河婆人早期的服饰、日常用品、族谱、证件等旧物，展品相当丰富。要成立文物馆的时候呢，我们有去一些宣传了啊，所以就是叫这些我们的合伙人啊，家里有这些文物的，叫他们把他们捐献出来啊。另外呢，我们也有到回我们这个沿乡啊，河婆那边去啊，因为那边在农村地方，还有保存，还有收留很多，我们也拿了一部分过来。接下来的是文物馆的另一个镇馆之宝——擂茶阿嬷的小厨房。擂茶是河婆人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美食，这个区块能够让您对擂茶的制作过程有进一步的认识。擂茶是我们河婆人这个比较独特的这个美食啦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厨房来呈现我们河婆妇女在那边制作这个擂茶啊，有介绍这个河婆的这个擂茶的这些它的材料
它的材料啊，擂茶板啊，擂茶棍之类啊。马来西亚和佛文物馆可谓屋中有屋，文物馆还有一间小型的亚达屋，这是仿造至紧急法令时期华人所居住的新村屋子。这间亚达屋不仅是馆内的一个展区，它也是一个半开放式的教学视听室。屋子里面呢，我们有介绍一些用具啦，桌子啦，椅子啦，还有水壶啊，这类的以前早期他们的屋子里面的摆设啊，还有我们也有介绍我们河婆传统家乡美食的标本，好像这个酿豆腐啊、菜板啊、煎堆啊、面条之类的，我们都有展示出来给人看啊。至于无法实体展示的历史和文化，他们则透过展示板展现，这当中就包括了河婆人独有的信仰文化。河婆人很多都信这个三南国王的，而在你这个海南人就信仰这个妈祖了啊，这个是在原乡的一个信仰，所以到了马来西亚也把这个信仰带过来了，所以全马来西亚大概有27间的这个三山国王庙。另外一个展示板则介绍河婆人的山歌和童谣，这是马来西亚河婆文化基金会大力推广的一部分。除了这个展览板，他们还出版了一本河婆童谣精选，甚至设立了收录河婆童谣的网站。一一一，擂茶节庆才五一。你，我们就特地选出这个三首来，这个山歌。第一首山歌就是在我们的大陆山歌了，那个梵语原乡了，讲的原乡之前啊。第二首呢，就是送亲哥哥，就是他们丈夫过凡的那个歌啊。那个歌呢，其实是很离别的时候的歌了另外一首呢，就是矿场的山歌。他在矿场做工的时候唱梵语本地，我们也介绍几首童谣以前我们的婆婆啊，她有教我们念这个童谣。马来西亚河婆文物馆坐落于吉隆坡半山巴张卡淡比多拉路河婆大厦一楼，由于地处相当隐秘的地方，该文物馆鲜为人知，为此他们不时还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以吸引更多访客前来。如果有特别的要求，好像有团队的话啦，我们就安排一个人来讲解。我们这个文物馆呢很小，但是很多人是用这个字做小而美所以也是值得来参观的啦。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马来西亚河婆文化基金会始终相信，只要将实质的文物展示出来，才能让访客了解到河婆人的文化精髓。作为传承河婆文化精髓的马来西亚河婆文物馆，其文物不仅是我国河婆人的历史物证，它更是我国河婆人走向未来的文化根基。前线视窗采访报道。